千多种，二两千多种，三两千七百多种。请一个。你今天只是想吃一个有救生设备的海水浴场？是往返跨两个哪两个地点的航线？交给别人的。没有。奇经跟古山。答对吗？奇经跟古山。我听你的声音。好，过去，过去。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小组成员完成打卡得积分。相较于很多学校户外教育是主过的日常，所以我们经常带领着学生到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进行艺术美感的课程。虽然搭乘捷运对许多高年级的学生不陌生了，但是这次行程还加入了轻轨与渡轮的任务，尤其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到达，难度比以往提升了很多，考验学生的判读地图与时间安排的能力。生跟美感教育能够涵养每个土库孩子的人生，所以学校每年都会办理相关的艺术美感活动，也会结合课程申请补助，让偏乡的孩子能够走进都会，体会不一样的都市美感，更能结合不同领域的内容，让知识实用化、素养化。这是第一天搭船、搭捷运、坐轻轨，感觉很有趣。除了要照顾学弟妹安全之外，也要教导他们完成每一项任务。虽然很累，但是之前学长姐也是这样带领我们。我外面有个电视，我们要进去看。如果今天有迟到观众，他没办法在进场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外面看电视。或是你看到一半突然想上洗手间，出来到了洗手间，他已经没有进去的机会了，那你也只能看电视。对，所以每一个门号外面都有个电视。等我一下，我先进去看里面的状况。